你这种你没有买到吗？你不知道，所以你没有买到票，看不到了吗？可是应该也是可以先订明天的吧？这样明天还是可以看。欢迎看会计师，会计师也很好看啊。我回来了。没有那么快排。会计师真的很好看耶，扭扭捏捏的。对啊，然后这边只出现两个人，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就是出来。刚说自己要出声，然后现在又躲去旁边了。等一下，晚安。哎、欸，我可能要再调一下那个，我忘记把视讯核心接上来了。它当掉是不是？当掉，概念。等一下哦。哎，游戏当掉了。聊一下，会计师，会计师我还没有看，有手游吗？他们一直抖，真的假的？让我重接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把它切回那个今天稍早的样子，应该好一点。有边信仰还没有 iOS 的版本吧？应该还没有出啊，因为我也想要玩那款，可是它 iOS 一直不出，我没有办法玩。要等到 iOS 先出了才有办法。
iOS 还没有出啦， iOS 还要等一阵子吧，因为我周末还有看，然后 iOS 到现在还没有，试出时间也没有确定，所以还在等。我应该要找一个方法让这声音可以动出来。有了，没有人。怎么开视讯眼睛就瞎了？视讯没有开哦。画面看起来这么快，你不讲我要讲哦。讲什么？代打永奔。要被 ban 了，今天是代打。对，我身边他不讲话啊，事主自己不出来，不出来解释，在旁边那边闹。我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要退车了，你还不还要介绍自己是？没有啊，我是。我只是个弱女。
下子说什么，我有什么好解释，就是让你们自己想。有什么好想的？你解释一下现在情形怎么回事？对啊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现在大家好像我要坐这，现在大家好像有一个什么情形？大家好像误会了什么？究竟发生什么事情？屁！怎么脱离什么乳团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。大约说这妹子我难过，为什么要难过？大约妹子问你说为什么要难过？怎么了？你们弟要集体罢工了，你看看你们不出来。那边奶奶快点撑场面，有个人实在是很不给力。我怎样？我要做什么？撑场面要干嘛？玩猫吗？你可以制造一点误会，制造一点误会，对吧？就像 Case 为什么会和你在这里呢？欸，你一个制造误会，你一个制造恐慌，欸，你不是叫我制造误会吗？我在帮你，我在如实的帮你。不要吵，我在诚心诚意。欸，你队友倒了啦，欸，不是这样吧？喂，你队友倒了，一个倒了，一个。哎，欸，去救去救！没有救了。哎，为什么我的声音？哎，两个都在地下室死掉了啦！哦，就你完了，快点啊！老天师，你看看一个实况就害死人了。他在那边害人哎，欸，一个挂机害队友哎，欸，一个害。很忙哦。这就是所谓的害。角色看天空。刚才有修好吗？直接点亮就好了。什么意思？是角色直接看天空？直接看天空就是这样啊。奶奶有时候跑一跑会突然看天空。对，我常常会把它弄到看天空。有时候台主不可取，有意见没？没有啊，他们自己出来聊天的，然后现在等他们聊天啊。我很内向哦，你叫我聊天。哪里？到底？我是世界上最内向的。什么时候？我不知道。我很怕生。我羞怯。奶奶又比较羞怯，我倒是比较……哎，欸，有人问你问题。今天不要直接斩，要带道具还是不用？要带道具，带墓碑。欸，真的有 Halloween 哦！有 Halloween 啊！惊吓风格，好酷哦！你可以抖内它，就会有声音。真假？嗯。抖内跟 follow 都有。嗯。是我没有听到。可是只有耳机才有声音，我没有开喇叭，我这边没有装喇叭。可以吗？那你接耳机在这边，然后你抖内它，或者你追随它。用这个吗？这是你的账号，我用他的账号接。你拿你的手机，然后接耳机，然后你追随他。哇，聪明哦！好哟。还有选择性回答没有？因为那要留给他们自己回答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怎么回答。为什么？什么又我喽？那就交给奶奶了。啊？怎么？交给奶奶来聊。你在制造一些误会。说要来看猫咪，所以就跑过来。嗯。不然其实不会有这个局的。他说要来吃拉面。拉面？说要猫咪。嘿嘿。如果我抖内他，我还收得回那个钱吗？收不回啊！你可以现场把他勒着，说钱归我。那我不要抖。哦，他在我后面，我没有看到。哎，欸，你一个背他。Oh my god！ 哎，欸，他好丑，哦。这是新的鬼。他好讨厌，你看的。他好可爱哦！你看他拿刀的方式。上次观众来我家开直播也才会，我有两人。他会不会直接杀掉你啊？我好想看他杀掉你。他应该没有带了，我想。他没带斩杀。悲伤。有斩杀，他就是跳出来。要不掉了。Wiggle wiggle wiggle。要不掉那条还好长，要不掉。算了，放弃。拔一个。我刚刚以为他要拔线。拔一个。
拔线是我的专利，好不好？早就说叫妹子来家里看猫很好用，还不怕养猫？对啊，赶快养猫，大家快点养。最棒的是猫咪还不是自己的，是我弟的猫。为什么就没有人要说一下左上角中间那个很可爱？说一下也好嘛，哼，难过，他死去了。今天在试营业室买什么坏事？今天没有买坏事啊，就在外面吃一吃回来。好吃。然后就是顺便外带两个妹子回家吃这样。因为我等一下被变态。你可以乱讲啊！你一个制造恐慌哎、欸！制造社会恐慌，等下被检举了，等下被检举。真的，我先检举吧。有人说左边的很可爱。啊、哦，好，算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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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了啦。啊、快来给你啦！我要从此退出退取剧。再见。换你，快点接力。我玩吗？对啊，换你玩、哦。我现在很紧张哦，会流手汗，随便。没关系，我有流手汗啊。真假的？鬼卡那门口翻窗户有效果，会卡是不会啊，卡鬼了，因为卡鬼而已，只有卡鬼而已，没有卡。现在，赶快现在，赶快按 follow 快点。怎么按 follow？ 你按 follow 我听听看。好 ，follow follow 怎么按？我现在没有拿手机。你拿手机，你这个不是你的账号。按 follow 要钱吗？不用。好，来看一看。我就是外外的。哎、欸，我还没有看。对付过新鬼，然后现在就玩啊！我害怕、啊。好、啊，有奶奶在，怕、啊。怎么办？我怕，我怕，我怕新鬼。你怕，不要怕，我在你旁边，我保护你。恶心，你这个过分的人。这样有什么用？什么意思？什么？来看看。要开个视讯让观众研究一下，好、哦、可爱吗？怎么？他说要开个视讯让观众研究一下，可爱。哦，我害羞内向，觉得冷。麦克风在那边。有人认识我吗？我先取个暖。很多浮夸，我帮你把麦克风移到那个聊天室的方向，因为通常应该是放这边。好。这样子就是你在那个。看聊天室的时候就可以。我需要一些人来帮我取暖。我不然我。但是我要按什么才可以追踪？按那个。这个。哦，那个爱心。OK 啊，你们就。我要听，我要听。哦，你只有一个人听啦，你有耳机。你干嘛调大声啊？干嘛调大声啊？笨吗？你按了吗？我按了，我按了。嗯，没有声音。听得到啊？放这边的，不知道声音会回收，这样吗？要开，我有下把它关掉了，从你的手机听到。没有戴耳机的。要来了。嗯哼哼哼。啊！小屁孩。他刚手抓大一下的，手抓大一下的，你吓到了，他吓到了。我不要理你们了，我不要玩了，走开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，你一个坏人，我要走了啦。好，算了，一个邪恶，算了。就是他平常就是干事情的时候跟人家讲 Skype， 然后再笑，就像这样。现在换我叫你了吧？我要进游戏，我还是在现场笑，超棒。我要玩进入游戏，然后 DC， 然后我要让你掉到 rank 20。你今天就可以跟我一样喽，当然 rank 20哦。我害怕。不怕，我陪你。赶快按 follow 快点。
啊，同类的声音写的梗，我会想要自己抖给自己哦。自己抖给自己，我帮你，我帮你就是追踪你又不要追踪你，又追踪你，不会重复，一定要是新的。我好伤心哦。没有，等一下应该会有人按哦。我不敢玩了，哦哟，怕不怕？眼睛流下了血泪，虽然没有看到画面。饼干干安安，饼干干，没有错。哎呀，你的蹲下是哪个键啊？错啊，我是原始的，我没有改，全部都是原生。哇，一开场就有东西可以捡哎，好幸福哦！你翻一翻，等一下鬼就来了。我没有在怕他的啦。你不是说很怕？他们这种货色哈。我根本没有帮他们放在眼里的。心跳声啊！心跳声，救命！我怕，说好的不怕。哎、欸，可以看到别人在做什么，好好玩哦。那当初确实是鬼吗？真的超棒的、啊。有人在修哎、欸。都死掉了才要换人，你让他下来找人玩。你听，叮叮叮叮叮，还有临场感哦。叮叮叮叮，我倒地了，讨厌。应该不能开视讯，都没有人要救我们呢、欸。对嘛，就是你这种。好，我把烟吸掉就开了。我对不起，再抽一根。我一个悲伤，都没有人要救我们嘛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好伙伴。哇，他人好好哦，真是个好人。你一个摸起来就要跟我换是怎样啊？快，大家都来摸我啊！怎么跑啊？来了！啊！我跳，我再跳。奶奶，你看呢？再跳，你翻过去看他。他在哪里？看得到他吗？看不到、啊，看不到，你赶快去做事情。哦，好可怕！我看到他了，他好白哦。他是，他身体是黑的吧？啊啊！你拿手电筒照他。那音乐好可怕哦。手电筒照他，照爆他，照他。请问手啊啊！奶奶被一刀倒，救我！我要开很久没有音量了。救我！哥哥不要啊！太易走吧。不要啊，哥哥。哥哥，不要啊！冲坏你的脸，不要这样！奶奶上钩了，拔拔！不要不要不要拔！不要不要不要！让那个人走了，我看看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！救我救我！谁要谁要？你好棒哦，我爱你！我没有字补吗？你字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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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补？怎么补？怎么补？左键啊，左键啊！补。不好意思哦，奶奶太疯了，甩自己巴掌了。我自己设定，是蹲下是死啊？好啊啊！音乐变了，音乐变了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我怕。啊，好，我补好了，谁都别想闹我哦。我现在很厉害哦，我可是补好了哦。你去照鬼，找鬼定国梯、啊，右键，右键，你先试试看。好的，你看看按右键。啊啊啊！好，我去找鬼照他。荧光棒，荧光棒，我来照你了。奶奶是那个我的同学。嗯，没错，没有错的，没错哦。不要吵，我听到心跳声了。我要来照他喽。他在哪里啊？我找不到他哎、欸。好吧，其实我有点怕。救人喽！你可以去挡刀。挡刀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好可怕！等一下，好可怕！我好害怕！不行，不要打！我好怕！好可怕！我现在来，我就要去挡刀。下地下室了，不！
是朋友吗？我们不是朋友，原来我们不是朋友。照片右边那个给亏吗？啊，安安啊 ！No， never。奶奶现在很努力的在按空白键。如果设定句子，所以你只要看一下这个设定就可以不用按。看一下哪一个？这个钮按一下就会进入，我已经按了，所以你现在可以不用按。啊，不要按了，你看自动。因为为了让这个是十五秒钟，好，动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啊，离开这里。那没有了，要再按一次。怎么这个呢？就是不需要就把它按掉，它就是按一下启动。原来你按掉了吗？我已经把它按掉了。我没有按掉。我已经按掉了，我已经按掉了。按不就很有效率？哥，就很方便，我可以聊天干嘛？嘿嘿，要追我呀？那个冷笑温柔是不是常常来我 FB 里？你走开！你加油吧！我好啊，他倒了，他倒了。你先自补吧。啊，你要去上头吗？我去找个风水宝地自补一下。好，随便随便随便。我补。啊！我刚说随便补。你怎么敢侵犯我的风水宝地？害人才好好玩啊！他人好好，他不是先抱我哎、欸。你赶快 recover 是吗？我在 recover 了。希望你的好队友会来救你。队友救我呀！啊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那音乐变了，好可怕呀！叮叮叮咚！谁想要追求夏奶奶？这个不 OK 哦。追求啊？你需要追求吗？这种求这不 OK 哦。还是语无伦次，自作多情。奶奶是个有坚强心灵的人，是不会这么容易被吓到的。好哦，我可是一个要 spotlight 鬼的人。666687，鬼在哪里？鬼在哪里？有人说你是八七，哈？谁说我是八七？冷笑温柔，你可以威胁他，威吓他。谁冷笑我？哪个没良心的？我可是一个要去照鬼的人哦。喂喂，我照。欸、你在干嘛、啊？我想乱照一个完全乱照哎、欸！你被照在哪里啊？你照他爸爸、啊？我也觉得，原来灯照是一件这么难的事情啊！啊！大家都倒地了，222232，快救我们！哦，快救我！我在看他有认识的吗？好，我不认识。嗯，谁说我八七？冷笑温柔说你是八七。哇，谢谢。太八七了。谁骂我八七？上面的 NCS 太八七了。奶奶有人说你太八七了。谁？啊！你在干嘛？你为什么要慢发、啊？你是一个。你一个送错，我就说我的目标是让他变成 rank 20嘛。哎，他飞起来了，他飞起来了，他沉到地底下了。那是哦，沉到地底下是对的吗？不是，他明明就沉下去，你说他飞起来。哦，我以为他飞起来了。好了，哎呀，232，全部都倒了，是砸了。对啊，大家都倒了。你们有四台哎，232救我！啊，他，这声音好大声。好有 feel 啊！在家都没有这种这么大声。对啊，他说我们个体质不好，然后说等一下放电。
我一个浪费掉他的手电筒、欸。没关系，那是我捡到的。怕你喉咙干太大了。都是我翻到的，我的手气很好。我也觉得，当然。可是我不会用。好气啊！为什么是放闪？什么？神奇宝贝闪是那个色维的意思，就是我的 ID 那个移动机盖。色维的。哎呀，你不懂啊。好啦，你就玩你的吧，你就爬你的吧。啊，你要死。我决定要开心，我快死了耶！啊，奶奶，我等一下去买一下那个、嗯、那个，我不会用我的，我不会用我的那个信用卡刷，我要买那个新的 DL， 我要买那个新的 DLC， 可是我不会用信用卡，我死掉了。然后我之前我的那个 PayPal， 我之前不是买那个游戏给你，我的 PayPal 就没钱了，啊、所以我不能买新的 DLC， 所以我回去要，我应该会买。那个买卡来出，哎呀，猫咪，哪里有猫咪？猫咪大战争吗？什么是猫咪大战争？哦、是那个。我之前有玩卡房，那個、卡房那个，后来我没有玩了。它会派很多猫咪，真的派很多来了。Hello， 会有各种猫，我记得有一个脚很长的，脚很长。哦，我知道，是可以互打的那个吗？还是守城的、啊、色维，哎、欸，你知道色维啊？色维是什么？神奇宝贝的、啊。哦，不懂。啊，哎、欸，你一个三七八七耶，好，请离二十不远喽。Case 就快要 ，Yeah， 伊洛基盖伊波加曼。哎、欸，说不是波特曼，波加曼。波特曼是什么鬼？算了，来，玩一场啊。喊我吗？然后长后面自己把他弄死。好，你现在怪我啦！算了，我走了，我自己回家了，拜拜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要依靠大家都不喜欢我、啊。你是我的女神，好，拜托，这一刻你是我的女神。你都这么形容了，我觉得后怕。那个我的技能应该是很技能还蛮齐的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加两组。对啊，你可以自己对，你选一下。对，就道具。你看你平常黑妹那么烂，你可以。对，你自己挑看你要什么。一个技能，点技能。这个吗？然后选你要。这个是什么技能、啊？这个是大跑，然后那个红色是自主，然后你要哪一个？那后面两个都要换掉的。你有想问的吗？小棍子。这是什么技能？那是受伤不会叫。受伤不会叫。先把耳机挂着。哦，挂着耳机。还可以把一边耳朵稍微露出来一点。声音太大声，我听不到你。那你把那个声音调小，在这边那个。好方便。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你需要什么技能？你有好奇什么技能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小游戏，可以看到六米内的夹。六米内的夹，可是不是夹子鬼就没用。嗯，现在应该比较少夹子鬼，大家都想玩新鬼。对啊。那我还是维持好了，因为换了我好像也不会用。要拿道具。你可以尽量消耗他的道具。真假？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就不客气。你用他的紫装。我觉得我要被杀了，我感觉到杀气。可以拿，要拿箱子。然后我欠 TK 那个绿色手电，我还没还他。哦、绿色，我欠他一个绿色手电。你要带那个的话，你要带破，你要修发电机用的是。拆钩。你要拆的话，你要把算了。啊！你这样能拆两根呢、欸？嗯，这个没关系。对啊，我大概也只有拆两根就会被鬼发现，而且你拆钩鬼逼还脏。对啊。我们来挑战，看我可以活多久。好、哦，加油！耶、yeah ！我对你没有信心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我们之间的友情怎么会这么的薄弱呢？对不对 ，Miko？ 干嘛？哎呀，好可爱哦！他超可爱的，他刚刚很喜欢我的发圈。哇，黄胜一家的猫很喜欢发圈。嗯，他之前他很把我发圈吃掉。嗯，好，上啊，奶奶，冲啊！你一开始就把他大跑用掉，你根本就没什么目的，就把他大跑用掉。原来大跑是这么用的、啊，他第一次使用大跑。不好意思，姐，我没有练这么久，我一个18的 rank。
好了，注意，不好意思。我去，你跟害队友啊？对不起，他在旁边一直翻板。虽然我是无意的，但是我还是很容易害死你。我去找根钩子拆好了。哎、欸，他在跑什么？你在跑什么？我看看，没有东西。很好。哇，他背后一条龙。对啊，好帅啊、哦！我也想穿那件衣服。我跟你讲，我穿了我就。哇、啊哦！我听到声音。什么鬼？波浪服，感谢斗内。波浪服，波浪服，什么鬼？波浪服，波浪服，我以为那是鬼。波浪服，波浪服。我听到心跳。去地下室搬东西啊！真假？可是我听到心跳。我最喜欢搬东西。我怕怕，我听到心跳。哎、我好怕。不用怕啦。好吧。把耳朵上睫毛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想要干什么？干什么东西？看不见得到啊。哇！有人在翻东西，你已经不用下去了。啊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哥哥？多一点自由呢。翻东西的不是我。这个投怀送抱，我给八十分了。No no no！ 这投怀送抱，这个投怀送抱，八十七分本来挺高了。我好悲伤哦。不不，我是个坚强的人。那我想说，原来认可仪是这样的。我要坚强，坚强。今天 case 就会到，他就会到20咯。我来看看，不用翻了，哥哥，没有人、啊，大家都不想救我，救我，那你可以自杀，拔钩，不用紧张了，哥哥，真的没有人。你知道天选之人还有1500吗？听说，好像听说就是国际的那个礼仪是看到鬼不在的时候要这样。会是吗？会，我有听到两种说法。会，会，大家鬼其实在，但是我要说不在哈。一个最贱的那种，加油！快来找我！台湾其实不太有人看。对啊，台湾其实几乎看不懂。台湾人是想救就救，不想救就不救。可以用那个设计啊，按这个吧啊啊啊啊！死掉了！你要，我来不及用科技。哇，我跟他玩都是这样。再找再一次。不行，换你了，小波。啊？谁是小波？有这个人吗？哦，没有，没有这个人，没有这个人。什么？换我好了，我来秀一番。对啊，你怎么可以一直害让我用呢？我这么逊。我来秀一番。猫咪，你看啊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怕我这个水用掉。猫咪，我很害怕哎、欸。那把水放到你移到这边，我觉得更可怕。不要吵。奶奶一个丢失一个工具箱，用都还没用。你个819分、欸，太强了吧？开玩笑。超强的、欸。没有人可以破我的最低记录。那我要破更低的记录。没有人可以破我的记录。不要吵。没有人可以像我一样让 S 到20认可。我等一下拔蟹，他就要认可2啊！真的假的？玩玩我们今天一起等一下鬼敢认可掉到20。等一下玩鬼？玩鬼吗？可是我不会啊！我跟你讲，玩鬼我都没有找到过人哦。要玩鬼，我可是很常找不到人。我也不知道他。我要很我整场把他钩子拆光光的，完全找不到人。他连人都找不到。我可是很厉害的。大家都不要小看我。Nico 跑掉了。睡了。哎呀，我好伤心。我要用光头。奶奶看好了。我来了，我看着。I see you。看好了。哎、欸，有那个里昂女哎、欸。哪里？那个你用人。Oh.有里昂女哎、欸，可是她没有练，没有。像大家都知道你是里昂。对，她长得超像里昂的说，只是一个比较瘦一点。嗯，记得要带什么？好好看，我不要带柴锅。她是光头，好酷。带自播？没有自播啊，没有自播啊啊！我怕，我怕啊，我怕。那就柴锅了。姐在你旁边。你在我更怕。好悲伤哦！你看他都这样。绿色底耶，好酷、喔！我平常其实是这样穿的。那個、就是你那个，你拿到的。酷、喔，好像和尚哦、喔。
上而上什么概念？对啊，那个很红，那个好多，那个大陆好多人想要。对啊，一个鬼看到就会觉得他要生。我要挑战，我要挑战许飞的八十分。就这样吧，如果你没有逃出去，我们就把视频打开，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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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我要撤喽！不要！哦哟，真的，我要调，我要调你的，我要调你的设定。哦哟，我要调你设定，我的蹲下平常是按 C 的，可是我习惯，我习惯笔电的键盘。OK， 不要怕 ，QQ。啊啊！怎么是天鹅猫咪？我平常习惯。没有，那是猫咪大战争，那我没有玩到，那是。哎 ，Case， 你要记得我有调、很像芭蕾舞的、那个。我把它调回来就好了，我按一个钮就回来啊。好啊，你调我的设定啊。怎么是北？看你这个抖动啊。哦，是我吗？是我吗？我好伤心哦，我被骂八七了。我没有在怕他，他等下过来哦。我给他一拳啊！打他！被光头顶过、啊。快点升华那个！有种过来啊！过来啊！过来啊！看这个光头，奶奶，你看他好光哦！对啊，他的青青小草地都没有。现在月亮不大，月亮大的时候，他身上会闪光。哇！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在累积那个东西。啊，好，我想到他在干嘛。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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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没有胆子啊！干嘛啦？哦哟，我讨厌他！啊啊啊啊啊啊啊！不行了不行了！再见再见，上路已崩，谢谢谢谢各位，上路已崩，我讨厌他啦！是不是现在公布啊？走开！我应该要把麦调小声一点，可是我真的第一次对付这个鬼，是家中路啊，师傅。好，再见。奶奶，剪刀石头布。什么？我赢就拔，你赢就不拔。剪刀石头布。不拔。你啊，再剪一次啦。这一次我们就可以拔线了。搞不好有人过来。你说要拔线，我们再一次，再剪一次，搞不好这次可以拔线。哎、欸，他来救我嘞，真是好人嘞！摸我，摸我，好窝心的一幕啊！摸我，摸我，兄弟摸我。啊，他来嘞！啊，怎么是蹲着的？好，好，第一个被卡住。哎、欸，他好讨厌哦，这个鬼！哇，一刀哎、欸，真的超像《惊魂记》里面的变态哎、欸！我觉得那声音还挺像的、欸。好，大家再见。按这个吗？再解释一个东西吗？哦，现在已经按了。没有关系，可是他拿菜刀。有。我没有看过月光。这样好神奇哦！应该是1987。救我！我有听说，好像认识的人跑错了。他是当时队友没有要救我的意思。他是当年我难过。三大杰，他们三大杰，杨过七的正头一点，然后Five Freddy 就是然后13号星期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十三号。所以然后还有一部就是队友哈罗那个 Michael Myers。他那个用人皮做面具。那是杨过七。拿电锯的那位，是电锯杀。对的，等多钟。这是另外一个，这是比较新。是以前的没有出。没有，这节目我死掉了。大人还是要开心。
没有，没有这回事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你少开玩笑。有没有聊天室要不要？那要撤喽。不要，不要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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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同意要开，没有人，对。当然。这是当然的，可是光头真的好帅啊，而且还是绿色笔。哇，我可以先用手机看到你被插死，不用讲给我听。来个重播，重播的。其实他还蛮好看的。不要，不要，别，不要听啊！不要听我的声音，好，关掉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、哦、走开吧！不要再跑了。Case、哎呀，不要再逼了！我要走了，再见。我关掉了。哦，只是看一下他的衣服哦。我看一下他是贴什么，人家很用心的剪。快点用李阳宇啊！可是他没有技能啊！哇哇，这个高腰裤好看。那就高腰裤去吧。可是他好像女警哦。不是，他是李昂，他等一下去打僵尸。其实还没有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说他有特别声音是吗？这个角色有声音？哦、什么声音、啊？你好坏！你好坏哦！你一直欺负他哎！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朋友？我不想讲话。谢谢你的追随。你怎么可以欺负他？不要讲话。可是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看的。是还不错、哦、我觉得他的，可是我觉得他的骨架有点不太正常。看起来了，他是穿高跟鞋吗？是，他是想当第二个侏罗纪的女主角的吗？高跟鞋跑全场，还蛮好看的，其实是还蛮好看。这个到底是干嘛的？那个嘴巴吐雾是抽烟吗？传承中，可以买他的传承，可以买传承，对，传承好贵哦。这很贵吗？550的碎片，我等一下要花他的鞋垫。一场最多十个嘛，所以你要55场，一场十分钟就要打8个小时左右。哎、欸，马刀哎、欸，马刀安安，马刀马刀，马刀安安，原来你要用这个人物吗？啊，你要用这个人物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你要用这个影给我们看，让我们看到。哎、欸，夏夜夏夜安安，夏夜安安，快点哈，你们谁玩都好，奶奶玩，啊，我吗？可是这样子又是一个开心的死掉的一场哦。他每个秒套我的意思。那我玩。真的吗？对啊。那你玩咯。好。你要让我看出差别。看我的差别。你要顺利又帅气的把鬼耍。耍得团团转。当然。看我六爆他。那就看的，看你的了。欸、大家快说想看 Case 玩哦！想看 Case 玩，我不敢玩了。Yes， 拜托啦！哎、欸，今天不要偷偷就换视讯哦，今天换视讯不会开哦，因为我的那个奖励里面有一项是，就是只要换了之后，那一整天都要开视讯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的那个 GP 的奖品、有一个奖品是换了之后那一整天到棺材之前视讯都要看。哇，没有人会看。对啊，就今天不要换，今天不要去换哦。今天就是他，就是某波说他要开，他会开。没有错。所以今天不会开视讯的。对。怎么办？还是用别支呢？不行啦。剩3秒。好，用它。用正妹姐姐李昂姐，当然。看我六爆他哦！他应该要拿一把猎枪。对啊，新的幸存者。我好怕哦！不怕不怕，我在你身边保护你。我更怕。不要这样。那个瓶子烧了会干嘛？哪个瓶子？哪里有瓶子？刚刚。都好。刚刚那个哦，我好像有看到，是不是细细的像酒瓶一样的东西？那应该是让雾变浓或是变少。那它是半圆形的话，变少。我忘记关那个。半圆形是变多了，圆形是变少。
半圆形是变多。为什么我会有这个东西啊？为什么我会有这个？就是会像这样比较多。哦，因为你是他的那个、啊、目标。为什么我是他的目标？他讨厌我吗？看他带什么技能，有的是要你先死，有的是要让你活着，他才有一些特殊效果。啊，有的是要追你的时候，他会变好。可以不要是我吗？可是你已经中了、啊，我可以拒绝吗？那是随机的。我拒绝你的攻击。好哦，来了是吗？我预感他是带猫、哦。来嘞，看到他了，看我来一个潜龙谍影。来哦来哦，啊！好，那已经看到我了。哎，没有，他没看到你，蹲，快蹲下。他看到我了，走开。躲柜子，躲柜子。我并没有在怕他的啦。他在看我，走开了。好好好，用高跟鞋踢他。叮噔，他一直在看着我啊。哦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上路已崩，谢谢各位。上路已崩，上路已崩，谢谢各位。这样出不去了吗？可以吧，还是可以出去吧。还是有机会的，还是有机会啦。不要紧，不要。他又把一个人弄倒了。师傅，不要紧张。对啊，对啊，是我是我。夏阳安，好久不见。没有，你骗我。你让我期待了0.1秒。奶奶，明天几点的课？明天哦，早上10点。早上十点。可是是一个很，是那个很可怕的老师，一定要到的。我们早上啊，他跑好快哦。啊，好恐怖。夏夜爱心，夏夜小于三。他在追杀人了，你看那个好像惊魂记哦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那要在浴室里面才对啊。拉开那个，我去找个浴室，我要冲澡了。好队友，来救我吧！你去冲澡，我马上拿刀子砍。请问 Case 台主，新鬼和新人各有啥特色呢？他们的技能都是那个啊，跟新的骑士啊筛选有关系。高瞻远瞩哎，你看他高瞻远瞩，主要都是建立在那个机制上。他在找我是吗？他还在找最后一个人。他摸起人了，为什么不是摸我？摸我，摸我，快乐，摸摸我，耶！这个充满神秘的黑。哎，你可以帮我摸满吗？我并没有自补啊。猫咪大战那个。猫咪。姐姐救我！姐姐，哎、好肌肉哦！姐姐你在哪？我小天豪在这边，这边这边这边，我要摸，我要摸，来摸一个，舒服，换我换我啊！哎、他的他的呻吟声跟那个跑妹好像哦，因为都是同一批人配的、啊、哦，让我这个 man 跑妹的人觉得似曾相识啊！我想要当分母哎，我不想做事。你们五十人猫的猫在哪里啊？我没有看到，是上面那个头吗？我们要做事哦，它倒了，我这场就好像是被切掉的那个。是不是？开玩笑的。他如果你要全部角色，我想去，我想去人旁边，嗯，嘻嘻哈哈。那个猫在这边还救吗？我来啦，兄弟。这我一定救啦。对啊，你像给的这都是稀有的短弹才。不。那我不方便把它放出来，因为你这个旁这我一定救啦！我告诉你，这我一定救。真的假的？爸爸啊，什么声音啊？讨厌这声音、啊。可以把它剪掉。我来救你嘞！他怎么会兄弟，走吧，兄弟。哎、欸，你不要挂机啊！啊，有有有，水哦。不知道我这些稀有猫。好，我摸你，我摸你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别哭啦！不哭不哭。来摸摸你，舒服吗？很好，万圣节又一个人倒了，我一定救啊！我听到我这我一定救。我的 follow 他们在修哎、欸，我要去他们旁边嘻嘻哈哈的，看我一个，然后听到哈哈哈，就是嘿，嘿，这样比较好玩。嘿，好，真的想要让人家。我问我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也要带着你。哦，你是我的花朵。不修了吗，兄弟？按了吧。哎，怎么会爆？你没有按好啊，当然会爆啊。哦，我平常笔电很慢啊，所以那个我都会慢。哎，快快一点，快一点按，大概快个半拍吧。我
把麦克风换个位置啊，我的声音应该会再多一些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已经可以按到 great。小波真的很神，玩 DVD 这么久还能叫那么有节目效果，不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是我吓到了。这不是节目效果，是天生的。我是真的吓到了。天生丽质难自弃啊！你在称赞我吗？我大概是在称赞你哦。刚刚什么都没发生啊，他死了。QQ 帮 QQ。可以把图片给我。你知道那个猫咪的是不是？这个。刚刚跟奶奶在看图片，看什么图片？看什么图片？我就是那个刚刚我给你看那个猫咪大战。哦哦，猫咪战争。哎，超帅，有女神猫哎。对啊，明明是一只这么可爱。我记得还有人鱼，对不对？人鱼？嗯，人鱼。人鱼的功用是什么？用尾巴甩人吗？新的神奇宝贝有人鱼哦，超可爱的，我很喜欢。对，嗯。然后等小波要给你吗？还是我加你？什么？小波，你加我好了。什么加什么？我想要那个我们的图片啊！我不是有吗？对哦 ，case 一个偷要 line 哦 ，case 偷要 ，case 偷要我同学的 line， 已爆料，被爆料了，哥哥 ，case 真的是个大叔哎，大叔，他偷要我同学照我同学的 line 哎，他在追我，他在追我，为什么？啊！他为什么要追我呢？我怕那个声音哎，他没有追我的样子。等 K 大，你做了什么？哎，我没想过 K 是这样的人哎。什么这样的人？哎，有人 DC 哎。刚刚我想说 K 还蛮有绅士风度的，结果他偷要我同学的麦。我刚刚为什么嘿一下？哎，我的队友倒嘞，不过我可以找下水道了。你就去死吧。我不认识你，他决定先，你不要兄弟，他决定先跟你培养感情哎、欸，我看到你了，别以为我会怕你，邪魔歪道的，他在追我哎、欸，他在追我哎、欸，邪魔歪道哈，他来证明他不是，哦，呜。啊！来看我！不要看我！你这变态！色胚，脏脏，色胚，走开哦！你不要追我！我要摸你！啊！啊！我没按，大家一起倒下来了，错了！哦哟！哦哟！毁一个拉男生的屁股哎、欸！可是只剩你了，你要不要先爬去找爬那个、啊、下水道？哎、欸，不要讲的好像我们是什么垃圾还是什么废物一样，我们是什么捡回来的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也被拉屁股了，他要杀我，他要杀我了！我只是想要个下水道嘛，我也想检举。奶奶，你按惊叹，你打惊叹号然后检举，惊叹号要半刑的。惊叹号，半刑的惊叹号、下水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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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水道。快看快看快看！就惊叹号吗？哈哈，有没有观众聊天室刷一波料？刷一波料，刷一波料！所以我检举你嘞！哇，我检举他了！奶奶你看，奶奶你看，哈！他没有刷，更没有打检举。哦哦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我检举你了，说你可以真的检举他，我教你。耶、yeah, ，谢谢。他说哈哈、欸，有人刷七七七跟八八八，七七七八八八，这鬼说哈哈哈、欸，我要回到哈哈哈，哈哈哈哈 ，Love you L O V E， 他想离开，不过我还是要打 Love you， Love you， 我真的想检举。真的哇，他说我他刚刚你刚刚被偷要赖了，你也不知道哈？哎、欸，那一个天然呆，你被偷要赖啊？啊，不就传个照片而已，没有啦、啊。嗯，从此就没有没有啊，算了，奶奶不懂，加油。这样没事。哎、啊，这个恶行恶状我已经跟我已经过把它进化了吗？
我已经告诉大家了。这个是吗？对。结果用没有技能的人物才活下来，真的，我好难过。这样也不错、啊，他多了一个补包啊，不过还蛮漂亮，我觉得。对啊，真的是李昂啦，他的发型就是应该换。好，换 case 完了。哇，9:48耶 ！Oh my god， 吓死宝宝了。换我点，换我换 case 完。好，我们看哪我想看一个666，我想看一个666。不是你会死掉的、啊。我已经很久没有逃出去过了。不行 ，Case， 你不适合织妹啦，一下就破功，还是大叔适合你。织妹是什么东西啊？被大叔织妹吗？就是你刚刚就是被织了。啊？织什么？没有啊，就是那个你刚刚喝那个红萝卜汁的汁的意思。哦，好哦。嗯，就是他刚刚帮你点那个红萝卜汁的意思。好哦。给 K 大玩，那就请把左上角的照片，什么东西？尖叫女王弄得更美吧！尖叫女王，什么意思？所以是大家都要尖叫吗？所以现在换 Case， 你是说不能给我玩？所以 Case 玩也要尖叫，可以 ，Case 也要尖叫。对啊，你要尖叫，你等啊，你要比我们叫得更大声，比我们更害怕。可是我不是叫的那一种啊。红萝卜汁表示，为什么会有红萝卜汁？什么红萝卜汁？啊！奶奶刚刚被织，织是什么啦？我现在就是要等超久了。我只是去士林夜市买了红萝卜汁而已。加油啊！喝，加油！黑大尖叫，支持你！你要支持什么？我觉得好害怕。不管你的决定怎么样，我突然今天被检举这个功能被使用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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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多次。真的吗？你被检举了？今天他检举被检举了8到10次左右。我要怎么发现你被检举啊？就是他不会，机器人不会跳 BB 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。你看啊 ，BB 这个就是 BB 哦，那我可以检举你吗？就你也可以检举，就打跟他一样的指令。你打金针号，半形的金针号。我打 BB 就好了，不是打金针号、这个吗？半形金针号。啊，变问号了，你在打？这个，然后打中文的检举。检举打了检举他会怎么样？他会被检举，然后传送。他会被怎么样吗？他会被吊起来打。哇，好像很严重。没关系，你就检举啊。我要检举你打。我人生的第一个检举就送给 Case。OK 的。哇哇，他很 OK 的。哇，我真的做到检举了耶！加油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哇，这是 case 第68次被检举，大家帮他冲到80次。他说左边那个一定是 key 上去了，他是说我吗？左上角的照片，左边那位一定是 key 上去了。哪有 啊？我哪是 key 上去的、啊？中间看起来很真，对。中间看起来很真吗？才不是 key 上去的嘞，中间的看起来就是真，对，才不是被 key 上去的嘞。不过这个效果有让奶奶变。是不是被炸了？爆了一下。奶奶，你很菜嘞，太宠了。你弄错，他的右边是 key 上去的。好、哦，你看到旁边有一条白白的，但是知道他那个已经是 Photoshop 上去的。刚开台前花很多时间在 Photoshop， 在 PS 它花很多时间。美图秀秀好难用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，你不是应该用专业一点？我们刚把 case 我不是做影片，我不是做影片，我做影像的啊。我们刚刚很努力把 case 的痘痘。是右边那个不用介绍，是不是？他额头上面的抬头超难割，真的，我们把它修出好多条。复制贴上很多次。真的，然后把那个跟那个皮肤融为一体，还把它努力拉皱，让它像爷爷一样。你可以利用那个新的。不能溜，今天我不能溜。啊，溜。最好不要靠近他。他一直看。因为只要被他看，就会累积那个强度，一累积上去就很麻烦。我忘记把音乐关掉了。我就觉得奇怪，多一个声音。二阶了。姐，你干嘛一直抱？因为我坐歪歪的一定不太好按，但是算了没关系，慢慢习惯了。偷偷来都不介绍，这你都认识啊？
我奶奶不认识啊，奶奶不认识。奶奶是我同学啊。奶奶是小波的同学。Hello。哇，你第70次被检举了耶！你上完啊？你上完休息是不是？明天要上班。三阶了耶！什么？中间圈播？阿火应该哦，阿火，我以为是踏雪，阿火应该不知道。那个是玩 Day by Daylight 的玩家。看看他说，左边那个是圈播的奶奶，叫做同学。左边是。原来我是圈播的奶奶，叫做同学。哦，对、啊。他是那个被大眼吃掉的。什么东西？乱七八糟。倒了，我应该是在台湾吧？为什么这些人我看起来都很不熟，让我觉得很不熟悉啊？会觉得刚刚都没有遇到，都不认识，然后连中午来没有啦，可能因为认识的都在多排啦，没有人跟我一样打 solo 的。可是好像没看到中午来，但今天有点不像 solo， 今天有点像三排，因为好多声音。今天是怪我们哦，没有没有怪你们，没有怪你，这样子比较热闹，比较热闹。在坡三小，坡三小是什么？哦，好好，我是三小。那他们在骂你是三小、啊？嗯，他们骂我是三小。你把那个哦，那个蹲设在哪一个按钮上面 ？C。那、啊、这样你要怎么样？蹲哪样好按？圈坡的奶奶，我超喜欢。他说圈坡的奶奶这么年轻啊，开玩笑，我保养的超好。那都是未婚生子。好、啊，我未婚生子了。嗯。他的老公叫 Banker， 是外国人。Banker 不会啊，他们晚一点要回去啊。不是白人，是白头发。然后平常的兴趣是汪汪叫，而且他有糖尿病。对，每天还要帮他打针哦。不、哦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没心跳声。他要跌倒了。救他！救！他现在有一刀，我不能救。你觉得我们回去还要玩吗？回去吗？回去我应该就想睡觉了。你开始，你今天晚上几点？还是应该也会到2点吧。接下来玩耶！2点，只要不是3点，我就可以。你们回去就3点，是不是？你们等一下还要去哪边？就是还有空啊。应该会直接回家。我们等一下还有空。等一下是中华钱柜，对不对？啊？什么钱柜？中华钱柜。没有。然后结束之后是 Baby 18。No，Baby 18是什么？没有这种事情哦。我等一下还要去买新的那个 PS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你还没有买吗？我还没有买，因为我的 PayPal 没。PayPal 的钱交给你。我是之前有人给我买东西，我叫他用，给我用。可以去办一个可以。爆掉了！爆掉了！绿绿的软泥，这名字感觉好像毛。我现在进一道可以把人带回家七人住的境界吗？也没有啊，我旁边有门呢、欸，赶快拉一下，不然发现我旁边有门。安全第一，开门先。哦，三阶了。但是我电脑好，我也是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是跟拔是一样的意思。拔拔拔罐那个拔，拔罐那个拔。哦，拔什么东西？好吧。
你现在已经在命令我了是吗？没有啊，我怎么敢命令大人你？只是说的比较好听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应该是这个概念没有错。有一个小羞怯的感觉。这是哪？刚这有小波了吗？嗯嗯。然后你在那边，对对对对。耶嘿！黑大的为人被看透，没有那么正直。他刚刚偷加我朋友的 LINE。我想要看人家玩。他们想起来了，Wiggle Wiggle 摇，他眼睛好可怕，感觉像那个鹿角。没有，我房间没有整理好啊，我没有预期会有这样。他好可惜哦，他的你看他被吊起来，他的绿色风箱。哦，对啊，绿色的。好想捡。我也是，你应该回，你刚应该等他死掉再去捡。所以我身上带药包，药包。加别人的 LINE 的正职，对啊，他都一个偷家哎、欸，他还假装说是，那我传照片给你啊，那个照片原打名就是在我的手机里面。正大光明的家，正职，刚正不阿。所以我现在可以忠厚老实的说，要加一下啦。好、我现在可以帮大家分析一下 Case 喜欢的类型。他喜欢皮肤正健康颜色，然后他不喜欢太白的，然后偏黑，然后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嗯，反正就是像你们看到的，欸，他的鞋子好马刀哦。马刀，马刀变马刀变形容词了。我每次只穿这个鞋，我每次看到马刀穿这个鞋，我就会觉得很安心。好哦，可是马刀现在已经玩那个了。对啊，他换一个人我就很不安心。没有，他是 main 工具，他是 main 工具人啊，我是 main 草莓。对啊，我们都是，我们总有一天会一起穿着全身是鞋的，然后你们就一起照我，我好安心、啊。你到那时候还要我们照啊？你可以有点报复吗？刚刚叫声已报警。刚刚的叫声音量邻居会报警让我上社会版，感觉会耶，那音量说不定会，但现在还好，因为现在才八十点而已，还好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看不到？还好啦，我在学生宿舍玩那么久，为什么不知道报警？真的，我在家里玩那么久，我爸妈都没来开门。马刀说：“原来我只是鞋子的代表。”马刀回去来玩呐、啊，可是哦，好像太晚了。马刀已经睡觉了。他现在还在好不好？等一下，这个女人都不想出去哎、欸，她想死吧。对啊，她一个浪费时间。我是鬼的话，啊、我其实虽然你穿着马刀的鞋，但是她也没有这样做啊。你可以离开了，我也觉得我应该离开了。她没放技能吗？我现在还是放。是不是有一个新的 bug 是看不到技能？嗯，好像是。然后那个 rank 好像有时候也会跑掉，就是它不会显示正确的 rank，、嗯、会变成是 R20 之类的。可以呀。有一天我突然看到我的技能变成 K 大是激情。哎，激情、啊。他说他喜欢男的。对啊。有吗？嗯。有啊，他刚刚说他很喜欢男生。嗯，刚刚我们去逛夜市啊，很多很多那个日本的高中生，他就说我的菜，我的菜。嗯、你说正太吗？嗯，正太，他是正太控。之前就聊过了吼，本来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，不要看灵魂。可是我喜欢女生的身体。所以他喜欢男生。那这个可以吗？这个不行。我是女生，我是他喜欢女生的身体啊。可是我是女生的，我是女生，我的灵魂也是女生。那他说男生女生灵魂都可以，然后身体是女人，那你符合啊？不行，这里有一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的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哈？奶奶玩一下吗？我玩吗？嗯，你玩。我会戴耳机，我们才能教你啊！你们是要教我，还是你们要害我、啊？我跟 Case 会教你。他戴耳机。好吧，这耳机好棒。嗯。可以去买一张、啊。可是里面有歌哎。要把它关掉就好了。哦，好。那这边按暂停。我的滑鼠过得来。按那个 Auto Tap。喜欢男生。来，往里按，然后移过来。
按暂停就好了，然后再回去。奶奶上阵，没错，是那个奶奶。那个是我游戏中间串场用的音乐，才不会都没声音很无聊。好，那没关系，不用开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我在玩的时候来。好，那我要玩最熟悉的黑妹喽。你可以调游戏好吧？看我练什么角色就知道。练什么角色？练什么角色？哦，看你用你喜欢黑的，就知道什么样子的最厉害。我没有说什么，是说一个穿凿附会，小飞很小飞很会啊，这个重力咖，你看。你喜欢黑的，什么都可以扯。我奶奶讲完就自己造句哦。奶奶喜欢奶奶，奶奶不是黑，奶奶是健康。奶奶这个你可以吗？什么？我在现场帮。大家帮小波的奶奶加油，她叫同学。反的啦，他一直反过来。我叫同学哦。小波的奶奶叫同学。我可以浪费你的工具箱吗？嗯，好。耶。你可以再用它的配件，因为我平常没有在用道具的、啊，你要拿钥匙玩一次，但你要有玩。可是钥匙，我怕你玩不到。是，我不会用钥匙啊。你可以用那个加速破坏，然后你再带一个拆钩技能，这样会拆很快。左边，然后你可以用这个吗？对，像这个 OK， 这个跟这个都很快，两个可以叠加吗？可是我怕它到最后不知道丢不丢，我记得有一个会加，那个另外一个黄色档会增加、啊，黄色会变难按。那你带那个好按的是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开始了，你没按到的是啊？好吧，因为他还没有点破坏啊，他那个一下就用完了。好，我可以的，别怪我，中文太难了。好像是手套增加 QTE 的次数，可是那个绳子好像是一样会加快，可是没有别的效果。好像没有别的效果，我忘了，来不及看。好吧，奶奶，你 QTE 要加油。为什么会有36D 加油啊？36D 是什么？哪刀觉得谁是36D 啊？我不知道。奶奶，你是36D 啊？我是36D 吗？胸部是吗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我也不知道。哈？一般买内衣都会。你刚刚躲到床底下。买内衣都会凉。Nico， 马刀，我不知道你在说谁，可是36D 不是我。36很胖哎、欸。36很大。奶奶有哦啊！银鬼，银鬼简单啊，又抱他、啊。我好怕哦。我最怕银鬼了，等一下，我蹲不下来、欸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人说32D？什么东西？32D？怎么办？我跑不了哎、欸。哦，哎、欸，嗨，你好，但是我蹲不下来哎、欸。蹲下应该是 C 啦，我刚刚调的。哦，你刚调，难怪、欸，难怪我蹲不下来。然后 Shift 一样是跑好。其他功能没。他可以吸风哎 ，TK 哎、欸、，TK 哎、欸。哪里？第三个、oh.，TK， 六爆他，痒痒的猫咪，你去 TK 旁边搬东西。TK、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斩杀，他应该这个鬼应该是撞 TK 然后再斩杀，应该是。那我会不会死啊？我是不是就这样死了 ？Case 太糟糕了，那我来拆个钩子吧，让我尝试一下。对啊，你太糟糕了。哎、欸，有人说太糟糕了吗？为什么有无敌凉衣手啊？凉衣手是什么 ？OK， 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去嗨 TK 啊？我要去嗨 TK 吗？你去找 TK， 找 TK 啊？这个是 TK 吗？对不起，应该不是他。TK 又是用光头，他会用那个，他会用TK 又是用工具人，他会用。我猜的。他被砍了，被砍了。你去找另外一个人。另外一个人，那个、然后你就在旁边一直大翻。等一下。你有看到吗？在那边那个人。这个人，你去找他，然后就在旁边一直大翻，在旁边一直指，然后大翻。指是哪一个、啊？这个吗？对，一个。然后冲去找他吗？然后在旁边大翻，快点，在旁边大翻。来，你过去，你自己都被鬼卡了。你要害他？我要害他。好，我要害他。然后你去卡他。卡他是站在他前面嘛？对，他走到哪你就打。把板子翻掉。把板子翻掉。然后滑，一直快吗？是不是快吗？我奋力的滑，我努力的滑。去修发电机，然后修吧。去把修发电机，把发电机修。鬼来了！我好怕！鬼来了！鬼来了！我好怕！啊！有没有？都被吹啦！爽快！
追 TK 啊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OK OK， 你可以继续玩。我要害他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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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鬼在附近，你会死。他在踹板子，你不要过去。好，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。等下 TK 做事情的时候，你看到他在做事情，都要在旁边搭档。好吧。对，鬼还在跟他玩呢、欸。那我来实况一下 TK 被鬼玩的画面。你去他附近把他板子都翻去。啊，这好坏哦。就是害他。你跟过去，跟过去。你要害他被斩杀。跟过去，因为他还在追他，就稍微跟过去。好。这小波很厉害。小波要来害人喽。你现在是讽刺我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技术，这是技术。这是 TK 吗？像我就没有办法害。你看他头上是有个毛毛，毛毛是他，他玩你啊。翻板子，翻板子，翻板子，翻板子。你好坏哦、喔！他想卡我。叫他修，你修啊！然后我在旁边一直转圈圈。啊，没有关系。好可怕、喔！啊，你是看着我。我看一下，他有人在看 TK 台吗？他有说什么吗？摸我，其实我现在是个好人。TK 一定不知道害他的是我。好吧，我现在他说你他妈的害我还来。真的假的？你他妈的害我还来 ？TK 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我不是害你的人了，我现在是个好人。谁啊？一直想害我？我现在的人生就是个当好人。TK 救我！救我 ！TK 救我！救我呀，哥哥！我现在是个好人。哦不，别抱我，哥哥你别砍我。TK 救我！救我呀！我是个好人。我现在。TK 救我、哎、TK 救我我被砍了、不要砍 TK 我挡你姐挡挡我来挡你还不是代打呢我要挡你你就一直往 K 往 TK 爬 TK 哎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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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迅速的跑、哎、快点我跑快我跑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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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等一下再去害 TK， 来先自补吧，个补你很自由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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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你要？我补个补，换手，哎你看好手，哎。哎、欸，他想害我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，没有没有 ，Tommy， 哎 ，Tommy 想害我啊！一个不好意思，原来害也是可以互相的。他想追那个 Tommy， 哎，可能我们长得比较和蔼可亲。他在追 Tommy， 我要去找 TK。TK 在哪？其实我奶奶能活到现在，其实很厉害。我也觉得，我变厉害了。哎、欸、，TK 那不是我，那是奶奶啦。我是那种会害你的人吗？我跟你那么好？什么？我跟你那么好，我是个这么脆弱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害得了他 ？TK 还有说什么吗？啊，我找到 TK 了，我要去他旁边玩了。去玩溜滑梯喽！去拆钩，去拆钩，箱子还可以拆一个。哦哇哇，你是我的花朵。哎、欸，救他 ！TK 去救他，然后你要在后面害他吗？好 ，TK 在弹他 ，TK 在弹鬼，我要去摸他。哇 ，TK 在弹鬼，这是刚摸我们的，他是个好人哦。
走吧走吧，兄弟。Tommy 是好人啊，我要害 TK， 我要救 Tommy。加油啊 ，Tommy， 燃烧你的生命。TK 来修啊、哦！你去摸摸他。哦，我望你是我的花朵。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。真的、啊、，TK 也不知道按表情可以转圈圈啊！我跟马刀研究超久的。可本来就可以转啊。我也想要学。我们要去救那兄弟啊！你不先摸摸他吗？他在守尸。哎呀，守着啊！斩杀，斩杀、哎、！QQ 帮 QQ。救命救命！我怕他带红斩。哎 ，TK 交给你啦！我要去。我要归整场。哎、欸，新的，拆个钩子吧。嘿嘿嘿嘿，你在干嘛？是不是有说就是按一下，然后再放开会跳起来？希望那鬼去追 TK。我会怕，怕不怕？要是我会弹鬼，是不是之前可以跳？屁。有个 bug 会，我不知道怎么。我记得我有跳过。如果发出声会怎么？真的，我没有成，我成功过一次，可是我不知道那。哎、欸、，TK 被砍了，要不要去挡 TK 啊？不要好了 ，TK 死了，下个就是我，下个就是你了。不怕不怕，这鬼的目标应该本来就是 TK， 所以我就放心修好了。我是应该先去找下水道。我会觉得。你这样就可以等一下直接跳。下水道应该已经出来了。那我先修这台好了。他应该快死了。那我就去找下水道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，TK 倒了 ，TK 要被斩了。下水道，出来吧，下水道，出来吧，下水道。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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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这鬼在示威还是？哎、欸，他感觉要来找我哎、欸欸！你是小母猫？被斩杀了。哎、欸、，TK 被放置 play 了、欸。放置 play？ 嗯 ，TK 被放置 play 了。这是不是所谓的？我奶奶，你觉得我要去救他吗？你去摸他一下吧，让他可以继续逃，你就可以去找下水道了耶！ Yeah! 哦，我看到鬼了、欸，他在守他尸体的样子。那我先找到下水道吧。再见了 ，TK。没有啦，我还是会救你的。他在我们兄弟，哎、欸，我怎么看不到他？我怎么看不到他？你在哪里？看来他哎、欸、，TK 还是他被抱起来？哦，有了有了，被抱走了。你别想抱我的朋友，别想。小布有人跟你说晚安。啊啊！走开！好哟。我说小波跟奶奶晚安。晚安。走开啦！压他脚，压他脚，别压了。啊，没板子，哇，哇，没板子。哎呀，他要斩杀你了吗？好呀，他想要把我们圈养起来。圈养？嗯，圈养，就把我们放在猪圈啊。你快点跟他握手，啊！一起培养感情，快！啊，大家一起抓住他的手，哎呀！看一下，TK，TK， 好惨啊！换你了，哇哇，哎呦，一个蹦蹦，对啊，新鬼新地图。